把中氣十足的聲音，你必定認得，他是著名足球評述員王興貴。他給人樂觀快樂的印象，但其實在他人生當中不斷經歷生離死別。他是香港三郎案死者的長子，當時只有15歲，爸爸黃燕球就被綁票了，一年多以來都音訊全無。嗰陣時咧，係見到咁嘅經歷咧，就因為好在我阿爺同我阿媽，佢哋兩個喺嗰陣時咧，企得好穩，即係始終嗰陣時細啦嚇，咁就係冇諗到係有咩，即係爸爸走，即係未見到佢係去世咧，當佢係仲喺度嘅。證實咗爸爸早已經被撕票。富裕王家遭逢巨变，其实就未证实我爸爸俾人哋咁样样系第一日绑票就第一晚就死咗啦，因为未到到我阿爷俾人绑票之前啊，即系过未到到又18个月后啦，即系1959年18个月后之前咧，我哋都系充满希望嘅。可惜爸爸翻嚟嘅愿望幻灭咗啦。他的人生亦從此改變。嘢咧係自然地發生啦，咁亦都係其實永遠我都同人哋講，唔係因為我哋屋企係比人哋富有而係唔好彩啫。咁啊，所以我永遠喺我嘅生命裏邊，因為永遠我都係我阿爺嘅教訓咧，就係所有啲男孩啊。或者我哋個 family tree 啊，即係我哋家庭嗰棵樹嗰啲男仔咧，個個都要好似學佢咁，要出去刻苦，出去呢個浸過先嘅，就唔會話係呢個特別俾我哋做一個儀式組啊咁。我覺得就係影響我係正面啦，係話呢個世界上好細個已經話俾我聽。你唔係呢個世界，冇話欠你嘅。未必係樣嘅嘢都係如意。若然你話要怨天怨地嘅，哇！我以前住間屋同住大屋嘅時候，喺屋企可以2棵樹做龍門，對面2棵樹做龍門，3個打3個草地嘅。變到而家我係去到新界。是这个住这个屋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样。但是命运继续跟他开玩笑，82年他再经历丧妻之痛，这一次他难过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那些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就是那个难的日子呢，其實都唔夠話太太突然間話，太太家姐打俾我，佢話Elaine 去咗咯喎，話死啊咩去咗咩嘢？哦，原來佢去82我講世界盃嘅時候，佢去遊浮咧係不幸喺美國，仲係美國添啊！紐奧爾良啊嗰度係撞機係呢個去世啦。咁我仲要坐飛機。坐20小時飛機，喺三文治轉一轉機啫，20小時去新奧爾良去執屍，你見到一份一份用黑呢個膠布袋包住嘅屍體，我同我太太個妹去嘅，咁佢係或者冇大咁有經驗啦。咁就嗰啲佢想開嗰啲嚟睇，咁但係嗰邊嗰啲coroner 即係驗屍官啊，同埋喺新奧爾良嗰、那個擺屍體嗰度嗰啲人咧，啲驗屍官咧，佢話：我勸你哋唔好開裏邊，因為你已經俾咗證明咧，啲牙齒嘅 X-ray 啊嚇、X 光啊各樣嘢咧，呢、這個一定依份嘢裏邊係你。太太嘅嘢嚟噶啦，就肯定身體就唔齊全噶啦，可能淨係一隻手、一隻腳或者半個 body。佢話：如果你睇咗，你會一世你係
有這個那些叫做噩夢的。咁果然真係，由於我咧係冇真係睇見我爸爸，冇真係睇見我太太，冇真係睇見甚至乎温志強喺我面前去世，所以呢三個人咧永遠都係喺我夢裏邊。而家常有嘅夢咧係會仍然咧係存在嘅，但係咧。存在得嚟咧，係我成日都係揾唔到佢哋，可能電話揾佢哋唔到，依、這個約咗佢，佢哋可能就冇嚟到啊，咁樣好得意啊！即係依一樣嘢就可能就因為有幸啊定不幸地，我係睇唔到佢哋真正幾時啊突然間去世咁樣。我覺得咁樣可能係上天暫時。一個小小的不幸中的安慰咯嚇，因為你看住個時候，可能你真係未必係咁容易去接受啊嚇，係嘛？當時佢係南華足球隊教練，球隊正面臨降班，無論公事私事都壓力沉重，但係工作就幫助到佢舒緩喪妻之痛。過有啲不如意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仍然都係有波要踢啊，要比賽咧。嗰兩個零鐘頭咧，你係忘記得到嗰啲失去太太嘅嘢嘅，即係1982年就係啦。咁啊，就算係話嗱會成日輸，都係嗰兩個零鐘頭，你都係冇諗你太太嗰樣嘢啊，係咪先啊？咁當然啦，反轉過來，哇！如果好多時做教練嘅。那場波是輸了個冠軍拿不到的，當然想回去家有個太太的膊頭給我戰下，或者有太太跟我馬上去看場戲嘛，是不是？這樣當然是當然好啦，是不是？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在喪偶那段時間我即是去這個呢，是那些英文叫 rebound 那段時間呢，去夾硬找一個回來，到時可能是害你的，即係譬如一個有你有錢的，或者你夾硬揾一個係害咗你，變咗你連錢都冇埋，即係你嘅嗰啲穩定嘅生活都冇埋。永遠都是做人咧，要有少少耐性係會好過咧係急，因為我都俾個例子你啦，係你想去揾翻一個人陪你。或者找回一個似你太太或者似你丈夫的人呢，是我相信是不是那麼容易達得到的理想來的，是吧？尋尋覓覓，他都沒有辦法找到跟他亡妻相似的對象，最終決定從此單身。因為沒得代替，因為在自己心目中裡面，現在就覺得就說他是仍然都是自己最心儀的，是曾經擁有過不是很長的時間，6年光景這個都算擁有過我自己是覺得短就短一點，但是你都要接受啊，就是說當然一個要先行的啦，這個是必然的事，沒有上天指定你是要你會幸運一點，你兩個是白頭偕老的 OK。若然你的摯愛比你早走你了解到這一件事是已經發生了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是一個你那麼慘，很多人都會的了，在工作方面盡量做到最好，做到最好你有成就呢，你那些朋友或者你那些即是同事你的親人呢，是會對你係即係會俾到好多好重要無形嘅感情俾你嘅。咁你喺嗰個情下，你會覺得咦依啲嘅人哋俾你嘅歡樂咧，唔係話你依個刻意去做，唔係你用錢買翻嚟嘅。步入老年之後，四弟患上末期肝癌，黃興貴一直陪佢求醫。以為可以陪他走過人生最後的一段，誰知道他因為工作關係離開大陸，
冇幾耐就收到細佬離世嘅消息。我細佬話：我同你講，最慘就係呢個細佬係我最支持，我覺得我會可以教波同埋講波，係做到佢覺得係好似有啲美國嘅教練啊，或者美國嘅講波佬咁。佢常常係即係喺三藩市同我通訊啊、通電話、通 email 咧，佢都話你得嘅，你得嘅，你做得嘅。咁但係因為佢唔好彩就係患咗最嚴重嗰種係肝癌啦，咁所以佢咧就六個月咧就離開嘅。但係我即係係啦，你要講如果流淚咧，我喺我電腦裏邊都佢嘅 email 我冇洗嘅。你話如果我真係好有空間去睇翻啲 email 嘅時候咧，我睇翻我細佬啲 email 點樣鼓勵我話你做廣播佬啦，你而家你要講到邊 OK 啊？嗰啲就會令到我有眼淚出嚟。球星尹志強嘅離開令佢既然唔捨得，但又覺得呢位老朋友實在太辛苦啦，離開可能係一種解脱。佢嘅去世都令我係即係好大嘅感觸啦，因為佢好辛苦，但係佢係仍然咧，我常常都覺得，咦，阿允點解又喺夢中出現嘅咧？咁樣樣啊，係啊，呢個世界上究竟係上天係對我好啊，定係唔好咧？就係、是、太太、阿爺、阿爸爸、阿允、細佬已經五個，同埋加拿大個好朋友，呢六個重要嘅好朋友或者親戚離開我咧，都係。我不是沒有見他們的，不是同，只不過剛剛那天我不在他的床邊的，就是我靜靜地離開大家，想回去見回我弟弟、阿允和我老婆、爸爸、阿爺那些這樣。因為你這些是自己的夢想嘛，就算去世你都可以有個夢想嘛，是吧？去世不是說 the end of the world， 不是世界末日，但是怎麼去發呢，是要看你有沒有運氣了，上天會不會眷戀你了。發明了這句說話就是叫人不要太過驕傲，未完場始終不要慶祝，It's in over till it's over。